今天来到了寡门桥头的啊，这边张记，这儿除了这个除了正餐以外，小吃也挺火的，烧饼没见过，这不是等着买烧饼。我跟梁儿说呢，我说你啊，上哪儿火？烧饼、芹菜，然后这羊汤，他这羊汤真实惠啊。这里边就是麻酱是吧？对，麻酱蒜蓉。哦，麻酱蒜蓉，羊汤啊，看看真实惠，里边。有肚，有肚有肝儿，不像。有肚有肝儿啊，不像有的地方，净是肺。这有啊，不错。啊，他这济南牛街怎么样？济南牛街的分量足是吧？是。哎，里边。十多块钱一碗都记得吧？16块钱是吧？16块钱一碗。